晚上收看我们的伊利优酸乳快乐大本营，我们是快乐家族。什么情况？我的人呢？你们都是谁呀、啊？你是谁呀、啊？我是仙娜呀。可能？那你是谁呀、啊？总监，我是佳佳呀。我是吴昕呀。我是 hip hop 小天王杜海涛。我说帅涛，你说要帅涛要帅涛要。我说一定是你说要。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，你中间说的是一六三五幺，一六三五幺，哇，对我们的冠名单位这么熟悉啊！哎呀，可是好奇怪吧？我觉得你们这个虽然是有一点像，但是我相信你们只不过是看着电视学一点简单的模仿就罢了。你说你是这个嘻哈的小天王，那我问你啊，现在 rap 界最红的一首歌是潘玮柏的《玩酷》，你会吗？你会不会啊？真的吗？来，我们唱一小段验收一下，预备起。玩酷就是让你哭，相信你也是信徒。哇，如果会唱玩酷，我倒是愿意相信你就是杜海涛。可是你们怎么会变成这样了呢？我们上台之前每人喝了一瓶伊利优酸乳，才变得这么可爱，这么活泼。就算我们节目是一六三乳冠名的，你也不用这样打广告吧？啊，那你是不是骗我的咯？好孩子是不骗人的。那不骗人，那骗什么嘞？那这样好了，你会不会谢娜的表演？你要会谢娜的表演，我才相信你就是谢娜。我会。你会啊？好，哦，还有我帮你拿话筒是吧？还不错还不错，看你这个很难控制的样子真的很像谢娜。那我想问一下佳佳，佳佳你鼻子怎么没有那么高了？我想请问一下。我现在本来就是这样的，我长大了就高了。哦，鼻子长大了就高了，不是垫的是吧？那你如果说你是维嘉的话，我要问你，我们快乐大本营最流行的那个绕口令你会不会啊？那难不了我。难不了你啊？那你表演一个，预备。是的，黑门练倒入木高是掐着他的两次，那么一道黑二十秒没来演戏，瞧着他的镜子两道黑，从皮儿墙上写穿扫从横桥树上三道黑，象牙桌独木活儿房那个炕上四道黑，买来这么家不下但把他刻进了楼里五道黑，挺好的骡子不吃草把他牵那个街上六道黑，满从小驴他不草帽把他背上的鞍肩七道黑，小嘎子拿瓦去割菜掉头镰刀把刀黑，外面的小孩得了病团乞丐求酒倒黑，卖瓜枣的打瞌睡哗啦啦的那么一大堆，他的扫帚簸箕不凑手，那么一个一个石倒黑。非常好，虽然我觉得你中间的部分好像都省略了，就倒黑，但是感觉还是非常溜，而且听说我们维嘉是这个班上口齿最清楚的一位同学。那我问一下吴昕，我们吴昕是最会法语的，你会吗？你会啊。那我想请问你法语的你好怎么说呀？蹦竹。蹦竹。那吴昕还会唱法语的一恋，你会唱吗？会。那你唱一个听听看，预备起。一恋如马把一恋刷西刷拉飞，我们土匪来摸。哇，那如果我想问一下，你们是真的快乐家族的话，那坐在我对面那四坨，那四坨，这个扔台本上来的，莫非是真的活物吗？我们欢迎他们上来。各就各位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快乐家族。
好像就是我们四个人啊，都带了自己的孩子来。对，你，我真的好高兴，我的同事带着他们各自的孩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海涛和我们这个小朋友。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牛牛啊，还有牛牛。听说海涛跟牛牛两个人会做一个一模一样的姿势。对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来各位，一二三。海涛，牛牛还故意这样。好，我跟你说，牛牛绝对有马上要红的潜质。怎么说？今天化妆师啊就在那跟他吹头发啊，完了之后就说：“哎呀，牛牛，你好像好几天没有洗头发了。”说：“没办法嘞，这几天好忙的，昨天对台本对到晚上两点钟，就赶上明是有多红，名牌主持人了。”那今天我们娜娜跟我们的这个可心两个人都穿着斗篷来的哈。你们有没有什么共同的动作啊？有，我们因为走的是国际路线嘛，啊，国际路线，所以就是会有一些国际上的语言和动作。来，啊，预备起，一二三，欧巴，塞纳黑呀！娜娜，我必须要说，我们可心因为活泼可爱，做这个塞纳黑哟就很可爱，你就有点勉强。没有，好，佳佳这边了，不勉强。我说实话。我想讲一点我们的感受啊，坐在下面看我们的节目真的是真是好看，我们就真的很想在下面看完整期节目，你知道吗？真的。另外就是，其实我们真的是美梦成真了。怎么说？因为小时，我就仿佛看到我们小时候的样子，就是小时候我们就一直看着何炅哥哥的节目长大，我们对自己就讲，有一天我们要能够跟他站在一个舞台上就好了。妈妈，今天我们成功了，我实现了我自己的理想。好，那我想问一下，没想到你还是这个样子。不是，我自己努力的结果。好，我们再一次欢迎我们，赶快请下去，不然这里是要疯，这两个人是不是？好，谢谢我们四位小朋友，谢谢小薇的，谢谢。好了，好可爱啊，非常可爱。是时候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非常有趣的主题。本期一流算入快乐大本营的主题就是我要我的滋味。因为我相信每个人呢，在过自己生活的时候，都能够体会到不同的感觉。那今天请来的嘉宾，同样呢，也是有特别不一样的音乐滋味要送给大家。对，大家带着各自不同的滋味来到生活当中。那其实呢，生活当中有趣的滋味也要靠您去寻找。首先，我们请来这位天王巨星，见到他真是让人炸舌。哇，变化也太大了，真的。怎么可以突然就是身材保持的那么的好？好酷啊，对不对？好多人形容他就是。他的歌舞还有人都非常有自己的味道，没错，有自己的滋味，就是一个字帅，一个字帅，很难形容人帅的。我觉得你看他觉得帅，对对对，海涛你不配做嘻哈小天王，尤其在他面前。对啊，真的就是自败不如啊，自愧不如。真的，各位，今天话不多说，为您请来这位呢，正是我们非常了不起，又发了新专辑，跟我们一起玩酷的，他是谁？潘玮柏。